见他了，见他走了，你走的话。他父母过来接的是吧？是的，走了，早上已经走了。早晨六点半。走了。是在这个门口还是在哪个位置？20点，走了。在门口啊。好，谢谢。当然遗憾了，但足球有时候就是这样，带给你并不仅仅是欢乐。零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